应该会在那边等吧。啊，我操，真不见了。我操。啊？吃完这一餐早餐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小岛了，真的还是特别的不舍啊。这个豆子我会记住很久很久的，我觉得特别好吃，这个酱也是做的特别特别好。这个豆子你会记住很久的原因是不是你狂打屁？对。好吗？嗯哼。Let's go. I have no good news for you. 今天我们本来要打算走的，但是还可以多待一会儿，待到下午三点半左右。本来定好10点钟，结果他们车没来。都出了些什么问题啊？小村庄就是很随性，嗯，然后就大家都很散漫，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待到这里。正合我意，我就这么散。对。时间来到了中午，我们又多蹭了阿萨德一顿饭。今天午餐吃的超丰盛，然后你看有什么呢？鸡肉米饭哈。下午三点半，我们终于等到了大巴车即将到达的消息。阿萨德将驱车把我们送到车站。拜拜，拜拜 ，See you， 萨拉 ，See you， 萨拉。这里土土黄黄的，但是还是挺想念的。哎，好喜欢这里啊。到大粉丝，拜拜。Go station or how many? Ton. Oh, how many? Kilometer. 60 kilometer. 60. No, 60. 60. Oh my gosh. 然后现在我们把钱给他吧，要不？我们给个60。300. For today. No. If I want to take one, I take one piece for the fuel. The rest I don't need.One you want piece? To pay? Yeah, one piece. Yes, it's for no, fuel. No. I ate two person. Yes, yeah. Yes. No. So fun. Okay, I see you again. I put here. Okay, see you. No. It's friend. I'm your friend. It's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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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have family, to say thank yeah. you because you. I didn't. Actually, I don't know. It's too much. Yeah. Oh. 阿萨德不时地通过电话联系大巴司机，但大巴车又晚点了，我们只能在岛上的购物中心停下来稍作等待。在这里我们有了很惊奇的发现。我们再等一下逛一下，我们再等一下先逛一下小市场。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 market， 哦，看一下。你知道吗，这个市场哈，全是一些中国商品。刚刚阿萨德就说这就像一个中国超市一样。而且本地人很乐于买这些东西，知道吧？对，因为便宜嘛，而且便宜廉价又好穿，就这样子。嗯，你们看这里，这个直接有一个中国世纪购物中心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好大哟、哦、这里。哎。天哪。全是中国产的。对啊，这个超市也太大了。天哪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在一个海岛上，就远离大城市、大都市的。对，然后你看到中国字了几个？对啊，那写着中国世纪购物中心，然后这里全部都是中国产的。对，就屏幕前的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叫格斯姆岛，就有知道的可以打个一。当现在我们占领他们市场的还是一些廉价的小商品，然后我希望的话，以后我们的高端制造也能够占领他们的市场，你觉得是不是哈？我觉得目前手机其实对占比已经挺大份额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再见。等等，这是在伊朗，似乎少了点什么项目。然后又有人找我们拍照了。对，乔是成明星的哟。是绝对的。来这边。拜拜。好大飞。大飞。好大飞。哦，终于出发喽！ So this car? Oh, she lost? Yeah, it's a nice time. I have to see you again. See you again. Hold on, face. 虽然我们都说着很快会再见一类的套话，但我们心里清楚，这一别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了。和阿萨德告别以后，我们开始了新的旅程。登上开往色拉子的大巴已经是下午的6点了，车很快开上了跨海渡轮。夜幕降临，人们在渡轮上吹着海风，我们没有下车，因为渡轮很快就会靠岸。大巴接着在伊朗内陆行驶了接近3个小时，我们到达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服务区。我吃个冰棍儿，我拿个椰子味的，这个看着很 low， 很难吃。
但是拿一个吧。沙拉，沙拉。没事，没事。然后我们买这点东西哈，一共花了9块钱人民币，这么多，我去。这服务区卖的最多的是卖炭，卖的最多的，真的很奇怪。因为什么？这里真的是烧烤大国，知道吧？边上就是一个烧烤。对。你看他们这个服务区特别舒服，他们在这抽抽水烟。他服务区有很多这种能够围坐在一起的有毯子的桌子，这是我们很多服务区所没有的，不是，这是肯定没有的。我这人生当中就从来没见过哪个地方有这个东西。我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。Hello, sir, what's this? Sorry, can I look? No. 啊？不能看。哦，这个豆子。这个豆子。我们早上吃过的，吃不吃？我们两个吃一碗。一碗，你要吗？不要。哇，这么大一碗！那根本咬到我身上了，快！对，尝一下怎么样？这个味道？就是早上吃的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啊，好吃吗？但是热乎乎的，还是很好吃的。对，都不过去看看。我们车走了吗？不知道，过去看看。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车叫什么名字。他应该会在那边等吧？我操，真不见了！我操！啊？他让我下去，我操！然后我的车不见了，哎，我的车不见了，然后就跑了，车就。我操 ！Hello， 我人真不见了呀！哦，在那里，在那。哇！吓死了，真的。天哪！我赶紧上车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骗你，我是真的吓尿了，真吓尿了。吓尿了啊！我们是哪个车我都不知道，白色车。白色的。加油，我呀！慌锤不慌，都是下车。司机叫我们过去等，他说，他们加油去了。我试看车上人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啊！哇塞，真的吓得我，真的。魂飞魄散，我操！你们是没有看到那个车，呜，从你面前一过，然后你瞬间找到它在哪里了，那种感觉真的不骗你。而且我们俩在车上那种感觉，就像是我，因为我们俩坐在最后面嘛。对。因为我们俩要说话坐在最后面，所以我们俩就像在车上就像个透明人一样，你妈谁都不知道我们是谁。对啊，你应该不是，我觉得我们还是焦点，这个没有毛病。因为刚刚你知道吗？我们俩在睡觉，就现在是晚上9点嘛，突然有一个人碰了我一下，他用中文给我说了一句“下”，我都以为刹那迟到了，知道吧？叫我下，我操！哎呀，然后我们就下来了，这就是当时暗器的还原。没有，快进来，要启动了。服务区惊魂过后，我们到达了沙子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2点。入夜后的城市让我们提高了警惕。我们现在下了，还好这里有出租车司机，知道吧？就来了哈。对对对 ，OK。他跟我说80，那就80吧。嗯。你知道吗？下了车如果说没有出租车招呼我哈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个只能闲逛了，只能闲逛，我只能挑战，叫什么，在伊朗露宿街头一晚上了。对，这宾馆这么大，我也怂了，我要。对，我们需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宾馆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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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。结果震惊了，吓尿了，哎，老公。Hotel, yeah. 这个酒店看着也还可以了，我估计要200人民币一天吧。慢少二。OK。什么 ？OK。他帮我们去问价格，知道吗？啊。VR 满了。OK。七了。OK。老婆，你再猜一下这家会多少钱？这家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家。负。啊？又满了。负。OK。No。650万，大概相当于是140人民币。他说很贵，但是我们可以住。不是大叔有。他有更便宜的。OK。OK。这家你觉得有戏吗？不知道。感觉有戏。大叔好高兴哦，大叔比我们还高兴。哇哦。OK。OK。他们走了，怎么样？非常好，70块钱还带厨房那种。天哪，这价格也太好了吧！你把钱来给你给大叔。嗯。
先让多喝点水呢。能不能再加点？加点给他吧。可以 ，OK OK。那再加个给，再加个两张给他。这样吗？嗯。再加个一张给他吧。嗯。OK。This。OK OK。OK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莎拉。莎拉吗？哇，莎拉。哇，他这里是家庭住宿啊。哇塞，70块啊！你跟我开玩笑吧，老铁。来，老婆，厨房。这个烧水是这么烧，这很古朴啊，那个。真的，复古哎，这个壶我喜欢。还可以吧，我们。非常好。OK。哦 ，Thank you so much！ 哇哦。什么东西？大叔跟我说的，郭大飞，郭大飞，看他大叔。啊 ，Thank you。哇，正想。Good night。他就像我们的上帝一样，正想来我们就送来了两瓶水。Thank you for that face。大叔叫阿米尔，请你们记住他，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将和他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下一集我们将走遍色拉子的几个主要景点，热情的人们和美味的食物，还有哈菲兹的诗将贯穿整个故事。最后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投币三连，我们会陪伴你走过8年的时光。